保时捷对于性能总是十分讲究，即便是四门车款也不例外。Panamera 也注重选择，有七种引擎可供选择，有两种不同的变速箱，有后驱款，或是四轮驱动引擎款。可以把车开到赛车道上过一下瘾，也可以休假时开出去度假。汽车的所有机械组件被送达厂内同一个地点，主要的组件像引擎和变速箱完全依照工厂制造车辆的顺序从卡车上被卸下，引擎依序被卡车送来。这情况就像在超市结账，但快多了。条码是用来检查顺序，没问题的话引擎就能进入装配线。输送车一将零件卸完，便返回空卡车内。这种让零件跟卡车动个不停的方式十分有效率。